我还放在身上喽。不忍花心丈夫残忍家暴，她痛下狠手。怎么样？不要再来了。公婆丧子，怒斩母女情缘。高墙之下，她频频违规。弄死你！面对僵局，她何去何从？忏悔录特别节目《起舞飞扬》下集即将播出。不光放在心上，我还放在身上喽。行，不，你干嘛呀？你打孩子？36岁的苏秀荣不满丈夫花心出轨、家庭暴力。是吗？啊？你还敢跳河是吗？啊？告诉你啊！一怒之下，杀夫入狱。他杀了我儿子，我能说吗？可她毕竟也是您的儿媳妇儿，她也是娟娟的妈呀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们孙家和那个黑了良心的女人从此没有任何关系。娟娟是我们孙家的孩子，和那个女人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呀，不要再来了。公婆丧子心痛，断绝她与女儿往来。大勇，来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家属见面会苏秀荣她女儿来不了了。妈妈，快回来！娟娟，我闺女呢？娟娟呢？念女心切，情绪低落。欺负你怎么了？苏秀荣与狱友冲突不断。你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官队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我真是控制不住。这老太太的脾气，能让娟娟见苏秀荣吗？离婚见日不还是有些日子吗？再做个工作吧。苏秀荣现在的情绪太低落，我要给她点信心，这样她也能安心改造呀。如何让她安心改造，彻底打开心结？监狱关大队长煞费苦心，特意为他调整课程，但对于关大队长的安排，苏秀荣又能否接受呢？正好咱们监狱现在有一个书画班，专门针对自控能力培训的，学学如何提高你的自控能力，增强改造的自觉性。报告，进。张警官，这是我们队的苏秀荣，你给安排一下。好，苏秀荣，安安心心，好好学习。是。苏秀荣，到。你就坐这个位置吧。是。老师。哎。这是我们新来的苏秀荣。啊，好好，坐吧。苏秀荣是吧？是这样，你呢才来，你随便喜欢画什么就画一下啊。之后呢，我根据你的这个基础，我再教你。行，随便画吧。来，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感觉实在拿他没辙了。文静，你上班时间还是短，遇到的事情也少，像我们这个工作，什么样的事儿、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有可能遇到，
苏秀荣的情况确实特殊，他之所以入监以后的情绪这么的反常，和他的成长经历和他婚后的不幸生活都是有直接关系的。我们也别着急，慢慢再找一找对策，看看他的症结到底在哪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，争取能把他的思想攻下来，好不好？您说的对。关系了，你怎么这么拎不清了你？大娘，您再听我讲两句吧。进来。哎，您贵人。哎哎哎。啊，这人呐、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大娘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待着？我想跟二老再听我说几句，行吗？整件事情经过，想必您也都了解清楚了，也不都是苏秀荣的错呀。你嘛意思？你意思是我儿子被那个女人弄死了，还有错了呗？不不不，大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苏秀荣她把您的儿子杀害了，确实她触犯了法律，她现在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惩罚。她和您以前也是一个村子的，她的为人想必您也是了解的。她打住！我不想听你在这儿瞎白话啊！总之一句话，那个女人的事儿不关我们的事儿，她就是死了，也别来找我。奶奶，我想见妈妈。大娘，您看，孩子也挺想妈妈的，您就让他去见见苏秀荣吧。金屋，大娘，金屋。哎，您坐下，坐下。哎，坐下，谢谢大爷。哎，你别介意啊。他就这脾气，他还在为儿子伤心的了。是您二老的心情，我们特别能理解。哎，其实啊，成贵这事儿啊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咱们村里进城打工的回来都跟我们说，这孩子真不争气，成不了大器。说没就没，没得还那么惨。哎，最可怜的是他妈妈。哎，你说秀荣这孩子，心地还真善良。这孩子从小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。哎呀，小时候啊特别机灵，哎，舞啊跳得特别好。哦，是吗？其实啊，哎呀，现在这些小孩们怎么回事啊？往城里打工挣钱去，回来之后啊，又是买手机呀、啊，又是买新衣服。嘛也不管，你说咱这当老的吧，说他们吧，
他们都不听。是，您说的现在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。啊，我麻烦您件事儿行。您说，您在里面啊，好好照顾照顾修容，行吗？这个没问题，嗯，这都是我们的职责。但是现在苏秀荣面临着最大的一个难题，就是他特别的想念孩子，他一天见不到孩子，他就没有办法安心的去改造。嗯，孩子他奶奶这事儿啊，您甭管了，交给我。他这人呢，就是脾气暴，脾气倔，啊，身体也不怎么样。哎，以后啊，我不能从着他了。我好好开导开导他，行吗？哎呀，大爷，那我就太感谢您了，这么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，特别感谢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那今天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，我就走吧。您要吃饭？不吃了。嗯，感谢您，我今天就这样吧，我该走了，再见，大爷，再见您。哎，慢走啊。哎。嗯，关警官，实在抱歉，您只能到这儿了。您看，我想给孩子拍段小视频，可以吗？嗯，好吧，拍吧。好，娟娟，嗯，把你想说的话和你妈妈说一下，然后阿姨给你录下来，给你妈妈看，好吗？嗯嗯，你配合一下啊。你在这儿好吗？你看你有什么想说的，阿姨喊开始，你就说，行吗？嗯。开始。妈妈，你好吗？妈妈，我好想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爷爷奶奶对我很好，老师对我也很好，你一定要乖乖听话，我在这儿也会听爷爷奶奶的话，听老师的话，认真学习的。嗯，真棒，娟娟。好的，可以了，谢谢娟娟啊，好好学习，听老师话好吗？老师，那今天就这样啊，谢谢您啊，再见，娟娟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一到今天的时候就这样。一边是母女连心，妈妈我好想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一边是生死心急，僵局如何破解？一面心在煎熬，一面冲突不断，高墙绑脚，路在何方？忏悔录特别节目《起舞飞扬》下集正在播出。乖乖听话，我在这儿也会听爷爷奶奶的话，听老师的话，认真学习的。你公公说了，他说他不恨你，也不怨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他还说他会帮忙一起再劝劝你婆婆，争取早日得到老太太对你的谅解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样的话你就更得好好改造了，要一个全新的面貌，咱们等着早一天得到老人对你的谅解，他们会带着孩子来这看你的。小时候特别机灵，哎，舞我跳得特别好。你想把苏秀荣塞进舞蹈队啊？文静，怎么是塞呢？哎，就苏秀荣那脾气，扛个包都能跟人打起来，要是还能跳舞，那还不上天去？他平时写写画画，磨磨性子挺好的。我一开始啊也是这么想的，觉得让他去练练画画，写写字，能让他静静心，好好改造。可是我发现我错了，他内心的心结很大。如果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，他什么都做不来。有心结，那跳舞能解决问题吗？我觉得能行，因为啊，上次去他们家家访的时候，无意中听到公公说道，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唱唱跳跳，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对他来说是个机会，我们试试吧。哎，可是他那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肯去吗？我觉得他会去的。
队，苏秀荣来了，报告。今天找你来有这么一个事儿，咱们监区的舞蹈队啊正在选拔这个有这方面特长的这个学员，看了你的情况之后呢，我也比较了解你了，我想把这个机会给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行吗，关大队？我觉得你行，没有问题，你应该对自己有点信心，知道吗？没问题啊。但是我还要对你提一个要求啊，你现在的表现也已经比你刚开始的时候进步了一大块了。但是呢，还应该在行为上更加完善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和刘队长回去吧。拜拜。好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咱文艺队新来这人脾气可倍儿爆啊！就是倍儿爆，不爆能把她老公给弄死了。您听说了吗？把大姚都给打了。哎呀，这样人怎么还能来文艺队呢？哎呀，就是。哎呀，咱们练功吧，好吧，咱休息好了，走了，咱们几个走，一起练功了啊！走了，走了，练功了，你们几个。报告，进来。李警官，哎，刘警官，这是我们新来文艺队的苏秀荣。啊，苏秀荣，哎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安排他跟文艺队一起好好训练的。谢谢。哎，没事。苏秀荣，来，你有什么文艺特长吗？也说不上什么特长吧。就是反正小时候挺喜欢这个的，在文艺队也带过吧。哦，小的时候有一定的舞蹈基础，你呀，现在也别紧张。跟着文艺队好好跳。李璐，来过来。李警官，这是咱们文艺队新来的苏秀荣。你好啊。小的时候练过舞蹈，你看看带她先练练基本功吧。行行行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交给我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同志们，我带她去换衣服好吧？那你跟我先去换衣服行吗？哎，那就是跟大眼打架的苏秀荣对吗？真瞅她那德行。你老公要这个月给你接见来了吗？什么老公啊，还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他们就先来了。行行行，收回收回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哎，你老公来了吗？哎呀，这个月老公没来，儿子来了。哎呀，这儿子帅吗？哎呦，别提帅不帅了，胖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学习好不好？学习呀，除了电脑嘛也不爱学。行行行，收回收回。八字，你看那个，我自己在那儿待着。哎呀，他每次都这样，一个人孤零零。他有人接见吗？一到接见的时候就这样。哎，对，他今天多大了？哎，别瞎惦记，我儿子还小，跟你搭不上。小路还叫天涯，改造型对。你这个扇子呀，给它打平了啊。胳膊，对对对对，抓住了，抓紧。你其他人先休息一下，让他把这个动作重新来一下。你重来，哎，你再给他摆一下一会儿啊。好，来带他一下。好，一条路。海角天涯，看看看，这个手出去的海角天涯，把它放上去，然后手往前，然后下巴往45度角。一条路，海角天涯，两颗心。在舞蹈队队友们的热情帮助下。
在翩翩起舞中，苏秀荣狂躁的心慢慢地平静了下来。谢谢你，呵呵，那么客气。别有那么大压力啊，新来的人啊都这样，有什么不会的就问他们啊。谢谢，没事，谢谢，不用客气了。谢谢你们，无论如何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你。没事，我们体的，不要这么客气。嗯，行吧，那我就再练练去。行，也不想拖你们后腿。行行行行行，嗯，那你去吧。行，好吧，慢点啊。嗯，觉得还行，去多练好可以。嗯，要不然咱们一起跟他再练会儿。好，走啊，走。嗯。IP 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没事吧？你们都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收拾收拾吧。快快快！哎，没事，不用扶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了？那坐下。哎，云姐，怎么了这事儿？这不今天人收工吗？为了救顾美，自己给烤伤。救顾美？怎么伤的呀？严不严重啊？没有，就是一个软包砸在后背上。秀荣，我就说你傻，你怎么能救他呢？顾美天天欺负你，你救他干啥呀？没事，没那么矫情。秀荣啊，就是心软，总欺负你，你还救他？是。哎，大眼儿，哎，你给他揉揉呗。哎。别瞎动，就不能揉，越揉越坏。哎，你不懂，不知道别瞎说。晚上洗澡的时候啊，头条热毛巾啊，好好敷敷。哎，明天可别搬重的东西了啊。嗯，
你这刚到舞蹈队，哎，再抻了胳膊，我们还等着过年的时候给咱们宿舍加分呢。就是，你得好好表现。对呀，云姐，让秀荣给咱来一段呗。来一段，刚去两天。跳一段，跳一段，你看看，跳一段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大姚，你，哎呦，呦，这还挺严重的。是呢，没事，姚，你先扶他到床上歇着。我去找队长，我自己。你们俩把内务收拾一下。好的，云姐。你疼呀？不用疼。没事，你甭管我了，你去歇着吧。啊，那好，你好好休息。嗯。好好休息吧。苏秀荣不顾危险救了狱友顾美，感动了所有人，这让他和大伙儿的关系有了一个转折。他又重新回到缝纫车间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在关大队的努力下，苏秀荣婆婆对苏秀荣的怨恨心结也慢慢的解开，而舞蹈成为了苏秀荣人生中的另一个支点。自从他加入了舞蹈队以后，仿佛儿时的梦想重新被点燃，他尽情释放出了心底的压抑，慢慢开始卸下冷硬的外壳，与大伙儿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。音乐清风相思，历日百草也多情，两颗心常相伴，你我写下爱的神话。下面请欣赏好好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一曲优美的舞蹈《康美之恋》。
咱们有一个惊喜的环节，来，苏秀荣。妈妈，娟娟，娟娟，宝宝，想妈妈吗？想。妈妈想死你了。妈妈，你还好吗？好，妈妈好。你好吗？好。爷爷对你好吗？好。奶奶呢？好。这衣服谁给你买的？是关阿姨给我买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妈妈，你在这一定要听话。嗯。我在家也会听话的，也会认真学习的。嗯，妈妈听话，妈妈一定听话。关队，我有两句话想说。好，说吧。我也是个不幸的女人，老公在外面有外遇了，回来打我们娘俩，我一时错手把他杀了。公公婆婆不原谅我，不让我看孩子，我能理解，但是孩子就是我的命啊，见不着他生不如死。多亏关大队和各位警官说服我婆婆让孩子看我来，我也劝大伙儿千万不要犯罪，不要冲动，毁了自己，毁了家，毁了孩子。我的行为对不起孩子，对不起家庭，对不起社会。我要感谢所有的警官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我给你好好改造，早点回到社会，和我的孩子团聚。日子过得太没了是吗？你觉得我怕王伟吗？你以为你能斗过他？我只有奶奶，没有父母，更没有什么弟弟。你奶奶已经死了。我看你在这失去的工作到此为止吧，我还不想干了呢。你干嘛去？你是我亲哥哥吗？给我滚！我不想看见你。爱的拯救忏悔录特别节目，下周同一时间精彩巨献。
人性的批判，唱